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主持人小西。成功对于每一个没有成功的人来说都是遥远的，都是被渴望的。下面四个锦囊，你感觉哪个锦囊中有妙计，测你因什么而成功？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选好了吗？答案就在视频后面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选项留言评论在下方，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和你选的一样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